家好，我的名字叫杨立言，这次我来参加体育小组播影。我记得最喜欢的运动是篮球，所以我最有印象威利老师教的沟通三对三，他是在讲说如何开场，还有中间主体和结尾，来帮助我们写出一篇完整的报道。还有我们去参观球场访问治疗教练，以及坐在记者区，让我有很新的体验。还有一身球评告诉我们的一些当球评的道理，也让我学到了许多。这次的营队可以帮助我在以后的不管人际关系或工作，带给我许多的帮助。我以后的目标是想当球评或主播，所以参加这个营队让我收获许多，也让我朝以后的梦想迈进了一大步。谢谢大家。